闷了十场比赛，大谷翔平终于在2021年赛季的收官战找回自己。High drive right field, trouble immediately. 1-0 Angels. Shohei Ohtani, 46 home run, 100 RBIs.选手先发安德森，不过才投了三个球就被大谷把球捞过右外野。尽管已经和美联的全垒打王无缘，但大谷还是用全垒打向球迷说再见。Ends up getting a cutter, 86 miles an hour, and that is center cut. Exit velo of 113, 418 feet. 大谷在这个赛季投手部门缴出9-2，防御率3.18和156次三振的绩效。打者部门46支全垒打和100分打点，写下大联盟二刀流的新高点。只是大谷本人似乎并不满足。まだまだ上に行けると思って、今年以上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が出せるような、まあそういう、オフシーズンに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。除了大谷以外，台湾的张玉成也在收官战开轰。Don't be afraid to go score. Deep left, back is Calhoun. He's out of room and it's out of here.Yu Chang hit one foul, then he straightened it out. But two-run homer. 这是张玉成这个赛季的第9支全垒打，也把台湾球员在大联盟的安打、打点、全垒打这些攻击数据推向新高点。听不新闻综合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